对了，徐玉这两日怎么样了？听慈安宫的人说呀，夫人这两日跟着主母吃斋，肚子饿得整日都在咕咕叫，抄经抄的手都肿了，哀怨着呢。怎么一听这徐玉整日饿肚子，我的肚子也马上跟着饿了起来。我们来给姐姐请安。妹妹来了。看来姐姐今天心情不错。夫人日日随主母吃斋祈福，饿得紧呢。我这也算是狠狠出了口恶气，心情舒畅着呢。坐。姐姐可不能大意，她毕竟还是夫人，这回在姐姐这里吃了鳖，指不定用什么法子报复姐姐呢。也是，姑母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她了。要不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趁城主不在，这样会不会太过了？那要看用什么法子了。姐姐大可吩咐司膳监，晚上不许给夫人另外加餐。夫人是习武之人，在主母那儿一个月的小碗素斋吃下来，就算不饿得暴毙，怕也要损半条命的。等城主回来，见他形容枯槁，哪还敢跟姐姐争宠啊？妙计，妙计！平儿，千两副碗筷。是。给城主夫人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听闻姐姐最近饮食不济，所以妹妹特地带了一些点心过来看看你。投书人有心了。先前一直想要谢谢姐姐在主母面前帮妹妹说话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夫人，该用膳了。这个是八珍如意卷，这个是翡翠清炒，那个是素烧鹅。投书人，留下来一起用膳吧。嘿，这太不好意思了。宝宝姑娘，你太好吃了。夫人别这样看着宝刀，宝刀很害怕。我是说，你做的菜真的太好吃了。宝刀，再去做几道菜来，要快。夫人，不用了，我差不多了。还不快去？是，夫人。夫人，我那还有一些上月罚抄的佛经，要不匀一些给你，好应付主母。你确定是来感谢本夫人的吗？你吃啊。说过，王位是传给我塔塔尔呼纳的，今日我便取回王位，诸位可有意见？不。阿甘，吉吉呢？逃了，已经派人去追了。叛徒，
圣城根本就没有和蛮人结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等我重振旗鼓，一定要把我的王位给夺回来。